跟赖院长的沟通也没有问题。第三个，我们在最适当的时候会提出最佳的人选。关于说是所谓的赖赖配是我的答案还是一样的啦。第一个，我们党内的团结没有问题。第二，跟赖院长的沟通也没有问题。第三个，我们在最适当的时候会提出最佳的人选。这个中国以断我们外交为这个手段哦，对我们实施各式各样的施压哦，这个是长久以来的这种做法啊。那尤其在选举期间，我们也都不能排除任何的可能性。那么在这段时间，我们已经请外交部门的同仁特别的加强他们在各方面的作业哈，那务必要全力来巩固我们的防标。对这个这件事情哦，在机上的购买免税的烟品哦，跟现在司法机关在调查的走私私烟案哦，那这些这两件事情是不同的性质哦。